立起，你仲系咁样霸住个厕所，唔得噶。大件事啦，大件事啦！原来今日系世界厕所日啊！咩话？厕所都有日嘅咩？11月19日系世界厕所日。其实喺全世界1/3人口都系冇得用厕所，所以其实咧，我哋有得用厕所系应该要感恩嘅。系啊。世界廁所日是告訴大家廁所有多麼重要，聯合國將每年的11月19日定為世界廁所日，敦促全球關注部分人缺乏廁所設施的問題。我們有廁所用不是必然的，所以為了要感謝廁所，我們今天見到每一個廁所都要誠心去感謝它。大春，你感謝了這個廁所沒有？多謝你啊廁所。那就怪了。良好的卫生设施俾到我哋健康、自主、安全感同埋尊严，所以记得时时刻刻都要感谢我哋嘅厕所啊！喂，你讲完未啊？屙咗成个钟啦！你望住晒点屙啫，而家咪屙紧咯！有廁所去真係好啊！所以我哋藉住呢一日，一定要感恩廁所、讚美廁所、多謝廁所、多謝、多謝。